要来爬了，就是大家集合，然后就是坐车，然后一路上就是我躺在最后一排睡觉，然后紧急刹车的时候就差点要掉到那个走道里面，可是就是几乎都没有什么睡，但是来到垦丁之后还是觉得看到海洋，然后看到就是很晴朗的天气，心情就很好，而且我们下午彩排的时候站在舞台上那边就是海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开心，所以到现在也都还是很有精神，然后这个晚上才刚刚开始，还有很多的表演可以看，希望大家也都可以很有精神的一起玩到最后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倒数第二首歌曲，叫做《看不见的夜》，大家也要一起跳舞很好，我们三个也都不会跳舞，可是都还是很喜欢跳舞。